各位善知识啊，继续来讲甚深缘起总道义啊，缘起法啊，可以说啊，它是非佛作，非愚人作啊，所以经典里面形容啊。这个啊，缘起，也就是因缘法，因缘法啊，它是啊，法住、法定、法如、法尔啊，法不离足，法不异足。审谛真实不颠倒，如是顺随顺缘起，是名缘生法啊。因缘法啊，缘生法啊，可以说缘起、缘生啊。那么要分别的话，缘起是一切法的理性，也可以说是无为法；缘生啊，缘所生法啊，这是一切现象、一切存在，也就是有为诸法。那么上面啊，我们为他啊说明是缘起法，这是个究竟真理，不变的真理啊。所以经典里面说，这个法，这个缘起法啊，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存大苦聚啊，不是谁给你忧悲苦恼啊，一切都在因缘之中啊，这个因缘啊，不是佛创造出来的，不是其他天神乃至西方所谓上帝啊所创的啊。那么形容这个缘起啊，是究竟真理，是一切法啊的法性、法住、法有这个安住性，法定有决定性，法如真理是什么样子，他就按照他的样子啊来解说。法尔啊，法不离如，法就是这个样子。哇，没有离开一切真理，法不异如啊，再加上说地审地真实不颠倒啊，它是千真万确的啊。所以我们于且实地论啊，当然它有它的解说啊，这样是称理的因果处地啊，由无名而行，行而思啊，乃至于由生而老死，又被苦恼啊，这一种啊合乎真理啊，这样讲因果，这可以说是无始以来辗转的，哎，不断的这样的啊施设安利。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法性，法性是不变性啊。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性已经定型了啊。那么现在就是啊，从一向就是如此的啊法性，那么现在叫做法住、法定、法如啊，于且师地论是从这三世
来安立啊。由于现在是从现在是来讲，它是安住的啊，所以叫做法住啊。生住意灭，生住灭，生啊已经生了，住就现在，灭就已经啊成为过去了啊。那么在这里啊，由于现在是啊，它是安住的，所以说它是华住啊。它是以从过去啊，由从过去一向啊就一定了，决定的，所以叫做法定啊。由未来世啊，他说这是法如。如来啊，过去的佛是这么说，现在的佛是这么说，未来的佛也是这么说，这叫如说啊。如说啊，那这个如来啊，过去的佛走这一条路而来成正觉，现在的人，现在一切诸佛也是走这条路啊而成正觉，未来一切佛也是同样走这条路啊，没有两样的。所以佛法啊，可以方便说差别说，因为适应众生的需要啊，怎么样讲，只要能够引导他进入佛法啊，那就是个方便。但是佛法啊，佛法就是佛法，没有说需要补充需要修正的啊，因为是如来正法，如如不离如啊，绝对是如此的。所以啊，在究竟真理之下是不会有差别的啊。法定、法智、法性、法如啊，这是用啊各种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啊，来对这个啊缘起法啊这个下个定义。那么先说啊，这个啊如实不颠倒的啊，因为啊这一切法不是无因的啊，因为不是无因的，所以叫做如性，不是不如性。如实的因性啊，它的因缘果报，这是实在的。因为一切都在因果的定律之中，缘起的规律啊是不能有偏差的啊，一定是如此的，所以叫做地性啊。那我们说这个叫做真性，我们所知道的啊，诸佛所证得的诸法实性啊啊，所以叫做真性啊。那么现在说啊，一切缘起法，缘起法是不颠倒的啊，不颠倒的，这样的叫做因缘法，随顺你因缘，随顺你缘起的啊，那么这叫做缘生法。那么现在呢，就是要啊做一个确定，作为一个佛弟子啊，
多闻圣弟子啊，对这样的因缘法，对这缘生法，哈、啊，要有啊坚定不移啊的正确的知见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再根据经文来解说。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综合上面所讲的。啊，缘起法，也叫因缘法，啊，这缘起法，啊，不是佛陀所创造，也不是其他任何人造作出来的，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讲到，就是法性华尔，法性华尔。那么这样的真理啊，这样的法性啊，有本然性，一向就是这样子，安定性，不是说今天这样明天就改了，安定性，普遍性，不管在哪里啊，古今中外，一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形容缘起法啊，是常住的法性、法住、法界。那么接着下来，啊，这是牵涉到我们佛弟子作为啊多闻圣弟子，对于这样的因缘法，对于这样缘生法。不管是啊缘起还是缘生，要有正确的知见啊，这个不求前际，不再追究我的过去，我的过去若有若无，我过去何等类，我过去何如，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如果啊信受真理，接受佛陀所悟证的证悟的所宣说的这缘起法、缘生华啊，那么就不会这样的无明，这样的颠倒啊，这样的邪见，说我的过去啊是怎么样子呢？啊，是有呢，是无呢？有没有过去？好，我们说哦，我的前生，前生是啊，是一条牛，一匹马，一只狗，还是前世啊，是某啊，这个在某一个地方做某个人家庭的孩子啊，有。过去无，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下子哦，我们就啊无中生有了，啊，本来没有就变成有了啊。如果一个多闻圣弟子懂得因缘法、缘生法，他就不会再探究，不会再执着啊，他我过去如何如何，这也就是说，我们佛教不是说前生后世吗？怎么现在说我们不求前际啊？过去有，过去没有，哦、啊，我这个来世，我当来是有是无啊？大家也是觉得，明明
佛弟子相信有前生后世，为什么这里说不会一个真正信受真理、懂得如来正法的人他不会再追究我的前生是怎么样怎么样，我的来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要弄清楚我们常说缘起无我，既然缘讲缘起，那必定是无我的，也就是缘起自性空哪里有一个我呢？你如果执着我，那就是说如同一般印度传统的说法一个灵魂一个神我，一个什么东西跑来跑去我们现在在讲因果，讲生死的轮回，往往就会这么讲，好像戏台上的演员这个演员有时候扮演这个角色，有时候扮演那个角色是忠臣是奸臣，好人是坏人，各式各样的人。那么这里说，可是那个背后真正的人尽管说忠臣奸臣好人坏人男人女人结果还是那么一个人，好像穿衣服今天穿西装明天呢又穿的中国的长袍，穿西装也好穿这个马褂也好都是那么一个人，衣服穿这件穿那件换来换去衣服再换，人没有换，还有说等于搬房子一样，今天住在这里这是美国洛杉矶，住在这里过去我从什么地方，从哪一个州哪一个县哪个省搬到这里来的，不久之后我又要搬到哪里去了搬到东部去了那么搬来搬去，房子是不同，人还是那一个人我们自己的佛弟子很多人都会这么讲，以这个方式来使人说相信佛教的生死轮回那么从究竟来讲，这是错的。有个灵魂，有个这个演员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个人在搬家，搬来搬去，家是不同可是人还是那么一个人，这是有个我，有我论，不是佛教所讲的缘起无我。那么我们也很清楚，那么这个没有这个东西，天上人间地狱恶鬼畜生六道的生死轮回又是谁那么在这里要弄清楚，如果认为有一个作者
受者有个我主体不变的啊，那么在作业在受报啊，这是啊有我论住性论，这不是佛法的缘起论。那么可是佛教也很清楚的接受生死轮回的六道轮回的说法啊，这个主能在数十的缘起的假名安立，假名安立是可以啊。那么你如果这个坚持执着有一个自我啊，那个跑来跑去接受这个啊果报和去造业，那就错的。所以啊，这个有因有缘啊，这个啊作者受者是不可得，不要像一般啊外道所讲的认为一个灵魂在这边跑来跑去，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你像一个人如果懂得佛法的缘起啊，你们懂得佛法的这个缘生因缘法，因缘所生法啊，那么他不就不会再追究啊，有的很在乎我的来生，我的明天，我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啊，算命。我们佛门说看三世因果，看三世因果，看是你从哪一道来的，那么这一生死了以后往哪里去，会到哪一道去啊，我想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因缘，既然是因缘啊，在缘起的定律之中啊，只是啊一切啊本着因缘法啊，因缘法随时都是变化的，无常的，无我的。那么你如果说坚持有个我，有个什么东西，我的过去是存在呢是不存在呢啊，我的过去是何等的，是怎么样的类，哪一类啊，是个流氓地痞啊，是一个这个啊这个仁人君子，我过去啊是在天上在人间啊，我过去是怎么哪一类的，属于哪一类的众生，我过去何如啊，是怎么样子啊，是什么样子啊，这是说一个德文圣弟子真正的善知，有这样的善知善见，也就是佛法的正见啊，那就对过去啊，我金刚经所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心都不可得，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我，我的过去啊是怎么一回事，不求后继，同样说我的将来，我的死了以后当来是有呢是没有呢啊，是有
那就是一个长剑；是无，那就是一个断剑。你说，我的将来是哪一类？云何类？何如？啊，什么样子？啊，内心这也不会再犹豫。啊，不会再犹豫啊。那么处是何等？云何有处为浅？水中当云何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这里面啊犹豫不决，这是什么？我是什么啊？为什么有过去的这个样子？那么有一个水啊，完了，完了以后又到哪里去？这个众生，这个众生从哪里来？此众生从何来？啊，于此末当何之？在这里死了以后，又会往哪里去？会往哪里去？好像这样说法不意外吧？啊，我们呢，这个看呐，哈，这是讲到一切因果生死轮回，前生后世都会面对的这样的面临的这样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那现在啊，我们也就是说对佛法啊这样的因缘法、原生法，也就是缘起缘生，没有正知，没有善见，才一天到晚啊惶惶恐恐的，我的来世我要往哪里去？我会是什么样子？哈、哦，这个佛陀又继续的说：若沙门波罗门起凡时见所系，哈、哦，就是说一个人，假如一个修行的人啊，不管啊的。这个佛门的沙门，它是一般啊外道出家的波罗门啊等等啊，升起这凡夫俗子的啊种种之见，被这些错误的颠倒的凡俗的之见所系，绑得紧紧的啊，为说我见所系。对的，这个我所啊绑住系缚，说众生见所系，我见众生见，说者见，我们不是在这纲经里面的我相、人相、众生相、说者相，其实我相、人相、众生相、说者相都是一个我。啊，因为我啊，那么我见我相、人相啊、众生相，一生又一生啊，我们的寿命啊，这一生活了80岁啊，来生活了100岁，前生活了60岁啊，这种种觉得我见所系，众生见所系。啊，说命见所系，我人众生所则，啊，即为即庆见所系。啊，今天就是不好，啊，不可以怎么，不可以怎么，不能出门，不能看病，不能啊做什么，啊，哪一天是最好日子，要做什么，啊。
婚丧喜庆啊，种种的啊，在生活之中啊，这个畏惧禁忌这个那个啊，那什么哪天可以出门，哪天不能出门啊，连我们这个理头发，哪天可以理，哪天不能理啊，哪天要这个祭拜祖先啊，要求福，要什么好日子啊，这样子。如果啊，作为一个德文圣弟子，真正懂得缘起法、缘生法，对因缘法、缘生法啊，有真正的正见、善见啊，这些通通断，悉断，悉知断其根本，如解多罗树陀啊，与未来世成不生法。那么就是说啊，患得患失啊，这个个七七八八的啊，这些世俗的知见啊，执着禁忌统统断了，悉知清清楚楚啊，断其根本，把这些我见、这个人见、众生见的是这个寿命见，种种的错误之见啊，完全断的，不是斩草不除根的断，而是把它根本的断了，像一棵树啊，连根拔起。既然连根拔起呢，这棵树不可能再啊，在这个啊发芽成长了，所以对未来世成不生法，对未来世已经不再生了，正得无生了。所以一般人求长生、求永生，佛法啊求无生。无生华人啊，这个花开见佛啊啊，这个正无生，有生就有灭，不生就不灭。所以我们佛法啊，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不已的世间啊，有为之法，生老病死，成智坏空，不但就在循环，没完没了的。只有达到生灭灭已，己灭为乐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不已的生命洪流，到这里真停下来了，正得涅槃寂静，那才是真正的快乐，真的快乐啊。那么以一般凡人、世俗人求乐之心啊，那这样跟佛法的涅槃寂静无生的境界完全背道而驰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缘起法，不管是缘起、缘生啊，是一切法的一个诸法的理性和个诸法的现象啊，对这些有真正啊，有这样的缘起正见啊，就能破除我执啊，破除法执、我相、法相啊、非法相，七七八八的啊，五花八门的种种这个执着、种种状态，完全不存在了啊，那才成就了不生法。
啊，那么这样子能够在缘起缘生的法上啊去悟入啊，你啊去观照而破除啊我所啊的执着啊，那能够成就无生之法。说明德文圣弟子以因缘法、缘生法如实正知、善见、善觉、善修、善住。啊，这里啊，就是说啊，能够这样子啊，对因缘法、对缘生法。也是缘起缘生真正如实的正知能够这样的啊，算对法有正知，有善见，有善觉，有善修，善入入悟入了啊，悟入诸法的空性，误入诸法的这个法性啊，就是从修正啊达到的一个境界，一个果位来讲，善知善修啊，从因来讲，能够随顺理缘起，随顺理真理啊，迈向我们理想目标啊，这个取向正觉的，这个就善修、善觉啊、善见啊，这个都是一个智慧，从智慧方面来，一个有着缘起的正见啊，也要去得到法自治啊，得到涅槃智，那么对真理。一清二楚，一点都不马虎，不迷糊了。啊，那么我们啊讲到这里，再看看南传的啊这部经叫做《圆经》，也就是我们刚才啊所念的南传，也是这个《大藏经》啊观的相应。不，也有做模样的来形容缘起法，这个缘起法，不论一切如来出现，或者一切如来不出现，这个法界是确立的，法的安住性，法的决定性，特定条件性。啊，这也可以说具有真实性，没有差误性，没有例外性，啊，这种特定条件，这个叫缘起法。那缘起法，你不能说有例外，你不能说有差误，哦，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子，哦，那就是。落差啊，那么这样子的决定性、这样的安住性啊，这样的确这个啊，这个法界性啊，这是叫做缘起法。那也换了一句话说，缘起法就是无为之法，不是人造造的。就没有生灭的啊，那么这缘所生法呢，我们在这个南传缘经这本经它来解说缘生法，缘生法是无常的，是有为的，是缘生的，是灭尽的，是消散的啊，是退去的法，是尽灭法
那么无边缘显乃至生缘老死，这个都是无常的啊，都是有为的，都是原生的啊，是灭尽之法，是消散的法，是退去的法，是尽灭的法。那既然对于这样的法啊，肯定有如此的正见啊，一个的一个德文圣弟子，那么怎么可能他还会追究，还在回忆想到过去的我？过去的我是存在呢，不存在呢？那么过去的我是什么？情形又是如何？哦，那也是很好奇，人的人对自己也很好奇，我过去是什么样子，我未来是怎么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啊，你某某家人往生了，我们要去查一下子，知道他现在好不好，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不好啊。我们说生米已经煮成饭了，怎么好不好啊？你就去找找招魂，我们把招魂啊，看蒙啊，牵蒙，把牵来看看啊，他现在在地狱之中啊，好可怜哦。我说他在一个地方呢啊，好冷啊，他在那里没有钱哦，没有钱花哦，他在这边很孤独啊，孤单哦。那好了，我们烧一点衣服给他去，给他穿吧。我们呢作为一些这个一些主人啊，这个奴婢啊，给他使用吧啊，就是免得他在那边孤独无聊，没有钱用，烧点库钱吧。哦，我还记得几十年前啊，去年做了佛事以后啊，那边还烧库钱库钱啊，这一叠多少钱？我们还在那边啊，当小沙弥，拿着印三宝证明哦，这个是有这个佛法僧三宝证明的，是钱啊，烧给他，所以烧的到处乌烟瘴气呀。哦，如果过去在乡下，那也无所谓，烧就烧了，大家都是这样子。那么现在都市里面的烧的到处灰，哦，这是人家讨厌呐。这不是一个有正见的佛弟子，不是对着缘起缘生真正啊了解的啊有所悟入的人啊的一种行为。好，那么如果说一个人死了以后，哦，那你烧一点纸钱给他花，那生不如死，我们一个佛人要赚点钱好辛苦哦。你死了以后，你儿孙花一点点小钱就买了几千万几百万、哦，给你享用不尽。然后再生的时候住的是茅棚托卡处哦，这个泥砖做的，结果死了以后是洋房，两层三层。我们呢，这个再生的时候，各去乡下，以脚带车，哈，锁链呢，不。那么人死了以后，竟然啊，有啊，也这个
这个轿车，甚至还变速的车。那你看看，生的时候这么惨，过了这么凄凉，死了这么好，那真是啊，早死早解脱吧。哦，那是这个是完全不是佛法啊的做法。啊，所以啊，那些千蒙啊这个看蒙引魂来问啊，问他怎么样子，这个呢啊，跟佛法啊的正信是不相应的啊，对过去啊这个曾经是什么，后来又变什么，过去飞黄腾达，后来一筹莫展，或是过去啊真是啊好可怜啊，后来呢真是大富大贵啦，哦，本来怎么样，后来变成怎么样子，哦，猜测未来来世我的存在，我不存在，我的存在是什么，是什么情形又如何啊，就是对于过去，对于将来，那么对于现在呢，对现在迷惑，我是存在呢，我是不存在呢，我是什么呢，我的情形如何呢，啊，这个众生从哪里来的啊，几十年以后往生以后要往哪里去啊，那么一个正信的佛弟子，一个德文圣弟子，对缘起以及缘生法如果具备有啊正慧，真正智慧，有如此的善见，绝对不可能有的啊，绝对不可能有的。所以这里啊，这个啊，佛说的啊，这个因缘法以及缘生法，也就是缘起缘生啊，这个法啊，就是要培养啊，确立我们的正见啊。那么多闻正法，如理思维，啊，我们就迈向我们啊正觉解脱啊的目标来前进。啊，所以佛说了这一部经啊，来形容缘起的啊常住不变啊。以说这部经使佛弟子们啊，怎样如从缘起的正观之中达到无明灭啊，行灭忧悲恼苦存大苦俱灭，好，啊，这就是佛说这部经的目的所在。所以佛说此经于支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啊，啊，还没有达到这境界的啊，这个这样的正见，这样的法住智还没有成就的哦，要赶紧要努力啊。那么这是佛陀啊这个说法的目的所在。那么接着啊，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部啊《缘起圣道经》啊，这是玄奘大师啊翻译的，有一部叫《缘起圣道经》。可是我们在这个啊藏经啊这一部啊杂含五十卷里面啊，讲到杂含第
二八七两百八十七经，啊，那么这啊没有这个题目啊，没有题目啊，那么我们也把这一部经啊来这边告诉大家啊，是缘起法啊，这是古先人道啊，古先人道啊，过去一切诸佛啊，从这里啊走过去，未来一切诸佛也是啊走这条路啊，那么就是说啊，这个古先人道，我们常常形容这个八正道的法门，八正道的法门是古先人之道。啊，五三二五，那么根据啊我们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说啊，他说啊，那么这个经还有一段经文，还有不能继续讲哈，这堂讲到这里哈，等一下再回来哈。